们把那个这个图这个画出来之后，我们之后再进行把它拍成一个照片，拍成照片之后把它导到这个软件里面，到软件里面我们就开始描摹这个草稿，就这样用钢笔工具把这个草稿描出来，描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动画。Thank you.